刚突然间往前冲，哎，我不晓得在冲什么。可能有一，可能里面有灰尘，要扑他。我要不进电宝宝，我都已经死了。哎，这个我有点难猜。要法律，要法律。牧师，牧师到底要什么？牧师，前面要什么？先教你，我是讲的会父母的，会父母，然后他会确认是母爱。魔兽真的那么好玩？我跟你说，这是一个需要技术的东西，不需要，不需要。你要会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你就会了。这么夸张？所谓的技术，所谓的技术只存在以前。以前一二三四，现在只剩下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这样。改版。啊，现在改太简单。啊，自从乌鸦王之路出来之后就很简单。自从要秒。也是最新的最新那个版本。他连副本都改卷，但是整个脸都囧掉，然后一群八的人就以为自己玩很强，然后就八五八他们，然后就很强。他妈，你这些无脑的家伙，只会一二三四。我们就是因为有你这种人，才会那么多地雷。那么多地雷，就很怕啊！那种你组野团组到地雷，很怕。好了，直接，然后还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，说当必要的时候直接黑掉，黑掉。就是前面就要，他有靠魔杖，因为他如果再做自己，他把不可以拿。哦，对啊，那陈建塞下去只有17滴，我怎么脸？陈建随便混。